踏入万盛书园，里头简单的木质装潢，风味独特的老家具与怀旧文物陈设其中，墙上挂着摄影创作，角落还有几只小猫正打盹着，店内陈列了不少人文取向的书籍，结合书店与咖啡馆的经营模式，饶富文艺气息。不论是看书或喝咖啡小憩一会儿，都是十分舒适惬意的选择。平日午后到访，客人较少，更显得此处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悠闲感。那种缓慢的氛围，让人坐下后就不想走了，也决定下回再访，感受这种难得的午后小确幸。